从那个集市走出来呀，又到了一个小广场，但这面就没有那边热闹了啊，也没有那么多商店。但是这个广场还是很漂亮的呀，你看那边有小姑娘，粉红色的 ，pink， 我喜欢这个颜色。哎呦，这只鸽子好壮观，都飞起来了。这边是个塔楼，现在是下午两点，天已经完全黑了。大部分商店呢都没开门啊，因为这个是圣诞节，今天是。但是呢，那边有个小广场，我刚才看到了一个非常好的皮草，我不知道那是什么皮，但是我没太听懂。但是呢，看起来是一种野兽的皮啊，非常的光滑。然后是400元，那个羊的呢，羊皮呢是100多，人民币和它的汇率大概是1.7左右，所以我觉得400块钱乘1.7的话，也就是600-700块钱吧，我觉得还可以，想买一个，但是兜里囊中羞涩呀。我一看兜只有100块钱，哎，算了吧。而且这个东西我感觉皮草也放不住啊。这边的马车倒是挺多，这个老城区依然保留着原来这种风味。你看这个滴答滴答的马蹄声啊，